小月小月，看我又买笔了。这啥呀？乐派的，这是他们做的这套呢，是国风。然后这套有名字哦，叫东方既白。听上去好高级啊。哇，这包装还不错哟。对啊，你看后面还可以做一个书签呢。这个送人啊，或者自用都可以。这个一套一共六支，五支暗动笔加一支荧光笔，关键是它每一支都不一样。你最喜欢哪一支啊？嗯，我觉得这支不错。这个荧光笔还是双头的，咱们试写一下吧。这个笔头稍微有点软，然后写起来非常的舒服。我觉得这个颜色也特别好上色，黑笔写在上面的话也挺好看的。嗯，接下来我们试一下它的中性笔好不好？嗯，这个呢是海绵笔握的，是他们的经典款啊。然后这个呢是空气笔握，然后剩下的这三支呢都是防滑笔握。那你选一支，每一支呢都是 ST 的笔尖哦，而且都说是速干的，我们看看它有多速干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顺滑吗？可以。哎，真的速干啊。这套东方既白一共有6支笔，10几块钱，你们觉得划算吗？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，性价比不错的。好，那你就用吧。